阿肉哈，欢迎光临，帮妈妈买东西啊。我买猪的脚肉。哦，我们这里不卖猪肉啊。那我买白萝卜好了。也不卖白萝卜。那我买酱油。酱油也没有啊。什么都没有还敢开店啊。哦，还有啊，家里的电话号码你还记不记得，小朋友？我们家里电话号码？是的，你家的。我家的。对呀，你家的电话号码。你要打我们家的电话，要求赎金是不是啊？那年的花钱只好留下太多愁，谁是谁非，感情做预约。小心啊，要吃别人的东西的时候要说什么呢？哦，对了。谁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。